你在忙什么？我在挑最可爱的组合。我们明天要去香川县当观光大使，你要带哪一只啦？我觉得这两只谁？你怎么有两只一样的、啊？不小心买重复的。都很可爱啊。随便你啊，我不想理你，拜拜。奶奶，对呀，我们要出国了。大家都知道，喵喵是全世界最爱呆呆兽的男人，所以呢，这次我们就受到香川县官方的邀请，要去宣传香川县。你就说说看，香川县跟呆呆兽的渊源。因为香川县的名产是乌龙面，那乌龙面的日文是五斗。然后呆呆兽是牙董，所以他就变成香川县县长。呆呆兽是香川县的县长跟吉祥物，所以呢，香川县有非常非常多呆呆兽的周边，包括什么呆呆兽旅馆啊、呆呆兽游轮、呆呆兽计程车，反正各种跟呆呆兽有关的东西，他们那边都有，而且他们官方有出很多呆呆兽的周边，超厉害。这都是我们呆呆兽粉一起努力争取来的。看一下，我们昨天晚上在家里慢慢整理，要带几只呆呆兽去香川县。这都是那个在呆呆兽集团里面精挑细选出来，长得比较可爱的，比较上相的。他们很上相啊？那请问这两只有什么不一样？一个在睡觉，一个醒着。OK OK。你看，这是一个呆呆兽出现了，把旗子抛回家。不行哦，我们第一个呆呆兽的行程就是要去搭我们呆呆兽的游轮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游轮的那个售票处。这边也有一些呆呆兽出现，那边有那个。我看到了，好可爱。看呆呆兽那么辛苦赚钱的份上，你要不要赏他赏他一杯饮料喝？我想要这个咖啡牛奶。楚大师的喵喵，他们说现在没有呆呆兽的游轮了，因为出了一点状况，就是呆呆兽的游轮现在在维修中，所以我们只能看看照片了。我的梦想摧毁了，我下次还要再回来香川县了。就是他们预约的时候，其实原本以为是有的，但是来现场发现没有，不知道是怎么回去。那怎么办？那没办法了，我还要回家了，回台北了。哇，这个游轮好漂亮，好大哦！哎呀，这个座位超高级的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哎呦，好怕相机掉下去哦！看游轮上面有卖什么食物？哎，这个很好吃哎，那就是那个海苔薯条，好可爱哦！买买买！你要是舍得吃它，啊，你家里的不让我吃，我就在这边吃啊。
我们下船了，我们现在来到小豆岛。那我们第一个要看的景点是什么？濑户内海的。保姆讲好。濑户内海的艺术品。我们现在要去一个小小的景点，小小小小，可是喵喵期待很久。哦，这个好好笑哦。香川县有16个呆呆兽的人口盖散落在香川县各地，然后要收集完，你要跑遍几乎所有香川县的地方，有的在一个很冷门的车站啊，有的在岛上面啊，你都要去探寻才可以。收集跟七龙珠一样的所有呆呆兽的口感，他们想到这招也是很厉害。哇哇，还有这个景点呢，它的背景好好看哦。你看到的第一个呆呆兽人孔盖本人哦。哇，还有百变怪，快点，你去跟他拍照，快点。我要怎么跟他拍照？耶呀。前年生日我送喵喵那个，他有出周边，就是每一个呆呆兽人拱盖然后做成钥匙圈，我送了他16个这个钥匙圈，就是没带，然后每一个都不一样。哎，而且你有发现他有隐藏，右边这一只是百变怪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百变怪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这只呆呆兽他就很问号，想说怎么回事这样子，你很可爱哟。而且这旁边就有寺庙跟神社，哎，风景很好，风水很好，很值得来啊。新的艺术季的作品，一颗裂掉的蛋。你有要走下去的意思吗？好冷哦。那搭配后面这个景色好美，太好了，拍照最佳点，帮你拍，帮你录影。一二三 OK。 你要吃蛋啊？这边有一颗种子，谁乱说？有一颗种子在里面了。这不是种子。第二个呆呆兽的口盖，哇，这个好可爱，这是橄榄叶的，好可爱，这只好可爱哦，脏掉了。干嘛？你很心疼哦。看它脏脏的。那我可以踩吗？不行啊。啊，我可以踩吗？可以。我们这一趟会收集6个呆呆兽人口盖哦，有没有？今天会收集就这2个，明天再继续。OK， 他完全不想理我。干嘛？我在忙呢。你在忙哦。他要拍 reels， 他很忙。这里好漂亮啊！这边大家都会拿那个扫把在这边拍小魔女宅急便的画面。哦哟，这里是那个魔女宅急便的拍摄地，真人，对，真人版的拍摄地。哇，像他们会拿那个扫把一样，好漂亮。哎，这边的人，每个人来的人都拿着扫把要去拍照。他们也要拿扫把吗？那要去借扫把，还是去抢一只？去跟他们抢一只哦。旁边的馆内里面有扫把可以借，这个就是这个真人版的魔女宅急便。那里有卖很多橄榄纪念品。真的。因为这里是橄榄公园，这好可爱。要不要吃橄榄？我不要吃橄榄。这边的明星都是吃橄榄长大的。这边卖很多橄榄的周边商品，你说是什么？吃橄榄饭啊，橄榄咖喱看的吗？哦天哪，哦，橄榄咖喱这个，大家不得了，这个好，限定贩售。他们说，相当于很多猪啊跟牛都是吃橄榄长大的，是整个香川县，整个香川县。哦，发现呆呆兽，我们没有这个哎。好
像没有买过。对啊，我们没有这个哎，被你找到了遗珠，小豆岛的这个。这个是素面，小豆岛很有名的素面。流水素面的素面啊，啊，这怎么吃？这个就是一样煮，然后加一点他们那种素面的酱油。可以吃热的，还是热的冷的，夏天可以。你要不要买？要不要买？冷的，要不要买？要买几包？两包。今年新的合作哦，今年新的呢，一包吃一包。对，我们都会买两包，一包吃一包收藏。他的梦想就是要开呆呆兽博物馆，一定可以，可以吧？没问题啊。我们买了四包这个呆呆兽的素面，要抽奖送给大家。好，影片记得看到最后，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想到要怎么抽呵啊。香川县呆呆兽之旅的攻略，那收集完还可以抽奖。我跟你讲，其实这上面的东西我们全部每一个早就都有，去年就收集好，只差这个。那还有新出大字。对啊，所以我们这一趟的目标就是要得到这个。买一只小字。嗯，好。我们买了一杯，上面是有撒橄榄粉的拿铁。橄榄抹茶粉哦，闻起来的味道跟一般咖啡完全不一样。真的。好苦哦，很苦，好像是抹茶粉，很苦。嗯 ，NG 的了，太碎了。来那个魔女宅急便拍，你看，你看，我看到道歉了，因为风车在维修，我们太碎了。呆呆兽游轮也在维修，啊，这个也在维修，那是红豆念，你看他里面。太夸张了！太夸张，他很适合，他是综艺咖哎，他是综艺咖，就多西的。我跟你讲，他从现在开始会很紧张，赶快打电话问明天全部的东西，后天全部的东西有没有在维修。等下计程车抛锚这样。对。还是可以拍那个海景啊，对啦，还是可以拍这个海，很漂亮。而且他们帮我们借了两只那个魔女的扫把，你看他们，你可以看他们都在跳啊。对呀、啊，你看我长尾巴了。哦，好冷啊！快点。先要找爱心形状的橄榄叶，一般的橄榄叶是直直的，那如果你找到分叉的话，就是比较幸运。那要把它拔走吗？对啊，不就全部都被人家拔完了？没找到不能走是不是？以我们今天衰的程度，我看应该是找不到。好了，找到一个看会不会比较幸运一点。喵喵刚刚说他要偷吃木，直接拿剪刀给他剪一刀。这个有没有？哇哇哇！这个，看到吗？这个，哦，看到了，到了，嗯，拔了，拔，呀，哦，好幸运哦！那你看找到哪一个？什么啦？什么东西啦？哪里啦？那个？哪里？看不到。啊，不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那个可以，那个可以，啊，拔，哦，有幸运的，哦，好会找，那个牙董好会找幸运橄榄叶哦，可爱可爱哦，耶，好了，我们挑了两个，一个粉红色的，然后一个是魔女宅急便的。好 ，Go！ 现在来做这个橄榄叶幸运书签。怎么歪歪的？
你的放歪了。哦。哇，哦，好烫！完成。耶。这是我找到的。好的。都没有人哦。太冷了，没有人上来。还有椅子坐。对呀、啊，好棒，好大。我们来含虾溪又可以盖章了，你要把它挤满哦。啊，你怎么盖在自己手上了？盖不上去。你啊啊啊！干嘛？盖歪了。啊！哇，好像明信片哦。漂亮。哎，下雪了呢！他们现在在这个丢泥土，反正丢泥土，然后有丢过那个圈圈的话，就是一种幸运嘛，祈福啦。你先吧。一个人五次机会，我先丢一次试试看。哎，这样很用力吧？因为这个土很轻哎。对啊，你不要把全部甩下去哦。是要拉紧一下。一、二、哇！差太远了吧？有风，有风，要往右上角丢。换你。我来，有风哦。对啊，你要算一下风向啊。现在没风啊。你丢出去就有风了。哦，很近的，换你。太难了，你的竹蛇就这样，放弃了，太难，放弃。哇，太会了吧？这里有一台呆呆兽的拍贴机耶，很大一只哦，那只超可爱，那只。那你要来拍吗？来。还有好多可以选哦。完了，那你要拍几张？全部。你要拍全部？一次600，哎，还有繁体中文呢，大斗。我挑一个我最喜欢的。好吧，那我们来拍吧。对了，我们刚刚拍好的。呆呆树大头贴可爱吧？有没有可爱可爱哦？这个很像国中的时候在用的这种拍贴机。可爱可爱哟，有。它可以提供背景，让我自己去下载就好。哎呦呀，这个怪人又在干嘛？怪人做怪事。回收的那叫路径吗？好啊。